哪去啊？我身上捐钱了。Come in. Resume. 这是我的 resume。你给我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 Jasmine， 我今年23岁，我刚毕业的。就这样办了。其实哦，我的资料全部已经在里面了。你的资料全部在里面，叫我教你自我介绍是什么？你要我看完你的资料吗？如果你来我公司做，你懂你要做什么吗？其实哦，你的公司是做什么的？你连我公司是做什么你都不懂，你还来这边 interview 啊？你还是回去吧，你消息再 call 你啊。Come in。那。地方哎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帮你调大。你之前做过什么工的？什么都没有做过的，你看戏啊、做街啊，这样子咯。哦，没有做过没关系，我可以慢慢的教你哦。那你喜欢做些什么？除了看戏啊、做街这样子呢？去做下指甲啊，去下 club 啊，这样子咯。哦，你明天都空吗？再看一下啦。啊，你们这边的工钱高了吗？你工钱要多少啊？5000以上最好咯。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那你这次可以上班？我看几次对空啊，就通知你了。好的，好的，越快越好。嗯。陈先生啊，对呀，我是姓高的，这个是我们的保险啊，这个是我们最近的那个计划啊，你有没有兴趣啊？你这个计划是什么计划？这个呢是车的保险哦，这个是生命，就是这样子喽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陈先生，OK 了，有兴趣的话我会再 call 你的啦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米娅。你的手表好漂亮哦！你在哪里买的？在台北店买的。哇，你身材也很漂亮哎！你是怎样保养的？有去gym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天生的。天生的。哇，你的指甲也很漂亮哦。陈先生，我们先看一下保单吧。好，没有问题。好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美女交到保单来，哪一个是最贵的？最贵的在这里。这个是最贵的。好，我就给你买这个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来来来。谢谢你。一个笔。在这里签个名好。这里签个名。OK。OK。好，谢谢你，陈先生。你讲退车了你看坐到这样。你下车，你下车，你来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有没有搞错？你讲驾车了。喂，你讲退车了你看坐到这样。小姐，
你有事吗？没有事啊，你的车。哦，我车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不，不好意思啊，撞到你的车，你人没有事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还是我现在把带你去处理，要不要？啊，不用紧了，不用紧。我要怎样赔偿你呢？还是你留个电话给我，然后我再不用紧了，我车都没有花，你的车不用赔偿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站后一点点，后一点点，好好，再前一点点，前一点点。OK， 好，来，给我一个 pose 啊。OK， 好，来下一个。OK， 你。哎，再蹲一点点，蹲一点点。你可以不可以连个笑容来啊？OK 了，好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可以走了。嗯。真快。谢谢啊。Love me.